现代人因为生活压力大、时间过长，就会得到忧郁症，或者是焦虑症等等。根据统计，美国的焦虑症流行率将近两成，相当的高。而且焦虑症也无好好控制，会造成全身躯不爽快。 这个焦虑症啊，长期焦虑可能会导致身体这个自律神经功能的失调啦。吼，那长期下来，不但会导致身体从头到脚有许多的不舒服，那这些状况累积久了呢，好，甚至一些身体的疾病，包括高血压、啊、好心脏病啊、胃溃疡啊，好都可能会比一般的人要来的还要高。 现代医学技术一般焦虑症的病患拢是靠药物控制，但是最近因引进生理回馈的治疗方式，消防兵配合治疗，信号真好，有一半患者病情有明显的改善。传统的焦虑症大概我们一般是使用药物治疗然后但是现在就是配合我们这个生理回馈。 仪器的使用呢，吼，加上这个放松治疗，两者一起使用呢，吼，其实是也可以达到相当好治疗的效果。那而且它有别于传统这个药物治疗的部分呢，就是它不使用药物，所以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好，那也不用担心说会有这样子依赖的问题。那我们在我们的临床经验上呢，其实将近有一半左右的患者呢，觉得这样的治疗，对于他们缓解焦虑还有身体的不舒服，其实是有相当的疗效的。 现代医学表示，这套生理回馈治疗的原理，都、就是利用仪器，找出熟悉化病患的放松方式，病患心情也轻松，病情自然就改善，毋免依靠药物，而且完全无副作用。记者于明伟，朝闻报道。